today travels to Shanghai to look at preschool policies in this expanding Chinese megacity. Most preschools are government-run and are graded in three tiers, model and grades 1 and 2. These kindergartens are not allowed to teach pinyin, Chinese characters or foreign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but use a play-based teaching method. I think our Shanghai education in the whole China is good. There are also many of our colleagues who come here to learn Shanghai. This is also a very good exchange. Shanghai has its advantages.因为上海是一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所以它的资源比较丰富，相对来讲呢，人的素质也比较高，再加上呢，资金比较充分，政府呢也比较重视，所以这个上海的幼教相对来讲又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发展的历史，这些都是它能够现在相对全中国来讲是比较好的地方之一的一些道理啊。我相信呢，在上海跟其他的各个城市或者其他地方在那里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一些甚至在相互竞争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共同成长。上海学前教育现在正面临着入园高峰，资源的相对分布不均以及质量提升等多方面的挑战，那么主要的矛盾可能还是集中在因为人口高峰和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需求所带来的入园压力上。上海跟全中国一样，我们整个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很多的农民进城来的一个所谓的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农民他原来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当中，今天呢都到城市来了，他们的子女也到城里来了，所以他到城里来的最大的需求之一就是他们也要就学，包括进入到幼儿园里面，而我们的城市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Many migrant children go to kindergartens that charge minimal fees, located mainly in the city's outskirts and industrial areas. Some do not even have a license. They're typically known as grade 3 kindergartens. 对于这些幼儿园来讲呢，他们更多的服务的是这个进城务工人员。那我觉得上海在这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对于这些家长来讲，他们可以放心的把孩子放在这样的机构里面，然后去参加这些其他的工作。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孩子不光能够得到营养和照顾，也有一些简单的教育资源。首先啊，就是我们上海很多家长会首选公立公办幼儿园。为什么会首选公办幼儿园？因为公办幼儿园它有这样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收费比较低，也就是能够符合大多数家长的这个家庭收支的平衡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第二个就是我们公办的话，因为有政府投资，所以老师的各方面工资待遇也会比较好，所以老师的这个稳定性也比较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公办的话，因为它在经济上没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会在这个教学研究各方面呢，会做更多的一些探索。这个是我想啊，家长大概是选择公办幼儿园的主要的理由。应该说我们的特色就是私优。从我们的工作方式来说，我们就是应该不断思考优质，不断追求优质。从我们教育来说，我们就是秉承私优教育的一个理念，满足儿童需要，在我们私优的课程观、儿童观、教育观、质量观下来形成我们完整的一个私有课程体系。因为呢，就是政府在人力资源上面的支撑，包括我们园长的培训的，包括招聘教师的这个资源的这种利用，所以呢，我们幼儿园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运用在那个教育教学的实践研究上，把我们幼儿园的一个原本课程呢就彰显出来。在国务院制定的当前学前教育工作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要提倡公办为主民办为辅同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政策。上海会始终坚持以公办为主民办协同发展这样的一个办园格局来开展学前教育的整体的工作。那为什么要选择私立幼儿园？可能也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
在公办幼儿园，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有些说兴趣班啊，让孩子这个狭义的学习的这个太多了之后，可能我们政府说以游戏为主，但是民办幼儿园它可以相对从容的来设计它的这个课程，它的这个 curriculum。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满足家长一些让孩子早点识字啊，早一点学习数概念啊，早一点学习加减法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民办幼儿园有它的一些独特性。还有一个就是民办幼儿园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选一些国外的，就是 native speak English 的这些人来做英语教师。那么在这样的中国，现在很多家长都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希望孩子很早的就能掌握英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办幼儿园它又在这方面可以满足家长的一些要求，因此也会有很多家长在他经济允许的情况下，他也会去选择民办幼儿园。那么这是一种就是经济收入比较好的家长，还有一些经济收入比较低的家长，他选择民办是因为民办有些民办幼儿园收费相当低，那么他这是为了能够他的生活能够保证的情况下，那么他也会选择那些非常低的一些民办幼儿园。So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assume that private preschools only cater to the better off. Grade 3 kindergartens essentially take in children from poor migrant families, but because they're privately run, they too may be able to offer a little extra in terms of curriculum outside the government's stipulated play-based framework. 目前就是除了这个上海市教育局规定的那个五大领域，教的以外，我们自己就是原本课程再加了一些拼音、识字，包括数字的两位数的加减法，基本上都有涉及到。那就是可能是跟同类的，就是公办的幼儿园呢，我们这一方面应该是比较稍微突出一点。因为公办的是不允许教这些的，那民办的呢，我想为了农民农村的孩子多学点东西啦，所以我们会加了这一点东西进去。应该这样说，近几年来其实是个入园的高峰，那么为了确保我们的一个教育的质量，那么我想在教育和保育人员引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目前来说是有点压力的。最主要的我是觉得师资的力量还是不够，还是有点欠缺，因为公办的幼儿园他们可能都是本科生以上的，而且是专业的学前教育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民办的专业的肯定是有，但是呢比较少，基本上都是以专科为主，本科当然是在有进修的啦，也就是说还有的一部分的这个教师呢，他们就是说专业的素质还是不够，可能是其他专业的转行做这个的，那对我来说这个方面是比较困扰。 Watch our second video where we discover why the Shanghai authorities use a play-based learning preschool curriculum.